候。今天。像我们的无边际勇气，你的饭店，这个不错哎。对啊，有啦，其实也没被树挡掉很多。代表纯的意思，对。那如果他们有人家去世还是什么呢？他们都是会穿黑衣服。哦，如果这个倒是也一样哈、哦，就是黑衣服。今天来海神庙，这里就是它的观光区，天气很好。这是商店街。没有人，现在你们可以走过去拍，等一下我人就不能拍了，就不好拍了。天气好的时候，真的海水超蓝的，哇哦，好强哦！你有看到刚刚那个浪吗？超高的，再一次，哇，美哦，哇！在这里每天都会拿鸡蛋花，在台湾根本不可能拿这个，可是在这里感觉就很合理，看。Hello， 好可爱哦，巴黎的狗，不要走，它带我去哪里？台湾的椅子。很特别，走走走。OK OK， One, two, three. One, two,一餐吃凉拌春卷，这一餐吃炸春卷。手机先吃，你真的饿了？好吃吗？还没吃。还没吃吗？你刚刚吃什么？还没吃春卷啊。好。表情。很好吃，还蛮秒的，里面还蛮秒的，想象的料。里面什么料？好像蔬菜，黄黄的就想到是咖喱。这是洋葱。嗯，这有一点点的。咖啡都进不下，感觉腰不可见。来，我看看，什么味道？腥肉。炒过。这个也是还没有炒过，等一下你炒过它就有效果，基本上都一样，差不多，只是要等，要等你，要等你炒的时候，它才会不一样。传统咖啡啦，等它的味道出现。下雨炒什么咖啡？忘了。东边的咖啡。
你呢？啊，这个又有西边的，对。正在炒那个花生。现在吗？要帮你炒吗？看、okay.